下吧，这样会不会好一点？好，然后我再配一下，我先配配什么？不是，咱们拍视频就是让它稳就行。嗯。材料不切了，到时候那个。切啥？切小飞机吗？小飞机先不切，到时候切那个碳钢吧。它没有那个氮气，它这个是用氧气切的，它那个效果可能不一定有那个。